喜欢这个地方，温暖似阳光，那乐观的人们把微笑挂在脸上。我喜欢这个地方，天地是宝藏，那勤奋的人们把歌声挂在嘴上。爱在这里生根，情在这里滋长，有目标有理想，大家的心都一样。我喜欢这个地方，到处有希望，那勤奋的人们把责任担在肩上。Yeah.
想着你，只有晚风还有在想，为什么缺少一个各位朋友，现在您从镜头里边看到了这些尼姑，她们迈过了阶梯，一直通往大门。这道大门就是佛光寺的入口，不二门。平常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，做事情想要成功，唯一能成功的不二法门是什么呢？这句话我相信您应该不陌生吧。但是不二门的意义用在这里，是通往佛门真理，能成正果的门。以广泛的意义来说呢，应该是指一个人做事情想要成功，一定要一心不二，坚定自己的信念，那么成功的机会自然就会跟随着你。此刻的佛光山被夕阳的余晖笼罩之下，更显得一片的祥和。在夕阳下山之前，也正是我们要离开这里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。感谢各位朋友您今天的收看，也祝福每一位朋友都有一个愉快的假期。我们下个星期天6:10，崔婷真再见面喽，再见。